爱是你给的温柔，我是爱你的石头，顽固的等候，等不到结果。依偎在 B 的肩上听他唱情歌，女星陈雨安让好多粉丝都超羡慕。在偶像剧《爱上哥们》中，和毕书尽饰演超萌情侣的陈雨安，虽然早前经历了被粉丝恐吓的风波，不过和 B 有超多对手戏的他，也因为这部戏增加更多曝光的机会。日前陈雨安终于杀青，拍完《爱上哥们》最后一集，陈雨安开心的和众演员自拍留念。除了和 B 超高颜值的合照，陈雨安和女主角赖雅妍的自拍再度掀起了话题，因为最近被夸赞帅到没天理的皮亚诺，照片中居然用双手挤出深 V 乳沟，又帅又性感的模样，让不少网友直说都要喷鼻血了。还有粉丝逗趣的说：“长辈终于回来了，太犯规了”，引发了不小的讨论。听我突然